我是真的喜欢你，但是我不得不离开你。你，我想，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，不行。别说了，打一架吧。好啊，给你，拿着。你当真以为我舍不得？ 除非你，否则出不去的。行止！果然还是不能放手。阿离的身份，你都知道了。神明没有那么好骗。 魑魅之王与六名弟子，他们最后的结局会是如何？师父，求求你，放过凤来吧！师父，求求你，放过凤来吧！